我是铁道的下班者，热爱博哉一百年纪念。昨天四号升新转站，18:20，左班车是3250次。经由屏东线号新左营的1850将849为下号区间车，在新左营站停靠。停靠下终点站新左营站，主要跑的是3235，是经由平常信号投入的1849将1850为下号圈车。现在每一台车都要拍到的。等一下有列车要进来。我是150，是进入车行号区左区之桥。7/24吧。接着拿去看新左营的 R108。来，跟着下面观察，这都是点到 A 区观看。Bye-bye.